上写了一段反应。什么？小千看到烟花，惊喜的笑了，但是又后悔。所以我的反应应该是：烟花！你刚刚是你的左手绕过来的，对。对。你好像甩飞饼的，好像甩印度飞饼的。甩一下，左手先动还是？海底捞扯面的那个应该就是很熟。是吗？哎呀！二蛋！果然是海底捞出来的。我不跟你煮饭，我怕基因不太好。好荒谬啊！玩人是陪你玩，玩完之后果然说我荒谬。哎，你们俩吃这个吗？有点太甜了，齁的。我给你兑点水。嚯！三分半，别吃了，道哥就剩这么几个，还一整部戏得用呢，咔一顿吃。能不能给我拿一个你要吃的时候啊，我这手我能拿吗？动得了手吗？我很有趣 ，interesting。赶紧的，快点，赶紧给姐送嘴里。